离开家的每一个夜晚，萦绕心上的是一声声反复的叮咛。路上注意安全。放心。寒风迎面的瞬间，有时候会问自己，为了什么？你有新的订单，请注意查收。不管是钢筋铁架上的坚守，还是街道旁的最后一道防线，都在无时无刻地诉说着那份热忱与力量。扫除前行的困难。来，师傅，换个新的吧。每一次传递都能点亮一处光明，心有光芒必有远方。我们是夜光明，全球化安全防护解决方案提供商，从反光材料到时尚穿戴光科技，制造创新，融铸匠心与未来。用我们的创造，光明你的世界。